大家注意看，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有订伊好评度的人数，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无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大家实在是太凶了，拢还袂订起来，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还有直播的精华。好啊，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好啦，那接下来这个我们陆续会有这个新车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些发表会，有机会的话我们会请特派员去拍一下。好，那这个不是要那个好、哦、要哪个好，这个只是希望给看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跟锁定我们粉丝专业的观众朋友可以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资讯嘛，不要老是看我们在那边拉迪赛讲二手车好不好，二手车还是会固定，那新车就给大家多一点资讯去看。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看这个欧宝的发表会。 Greenland 不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Greenland 这个名字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欧宝的车种结尾都是 A 结尾的，很多人没有发现，比如说 Tiguan 最后一个字母就是 A， Astra、 Omega、 Vectra 最后一个字都是 A 哦，还有那个有一台休旅车 The Fila 最后一个字也是 A， Calibra、 Corsa 也是 A， 所以这一次我看到它的名字我就发现了，既然结尾不是 A。 好，开始看，这是什么 ？Stellantis 集团旗下唯一德式品牌 Greenland。 哇、哦，哎呦，哎，这车模真有诚意啊，没诚意啦，穿长裤，哎，这太没有诚意了吧？穿这是长裤呢，长裙哦，走路没诚意。好了，我们要看车是不是？集团行销副总裁也亲自莅临会场，我、哦、要先听他发表一些感言，现场不知道听多久哈、哦。好险我没有去参加，哦，参加这我应该困去，跟他校长啊致辞。过来，立法委员、议员都要上来讲话。好，欧吉汽车发音标准一点，欧吉，好吧，不是欧吉，欧吉汽车的董事长。哦，哎、欸，小型电动车呢，做自家的小型，我觉得卖小型电动车卖便宜一点，应该有路可以走哦。透露未来的计划，2023年底前完成全台8个经销据点，有点少，没关系，2025年15个经销据点，听起来是蛮认真的哦。要认真做，但是那个咧修理厂咧有没有说要做维修厂哦？原厂技师认证制度，哎、欸，这别拜哦，哦，你要去这个集团受训通过认证，而且还有专属零件库存中心，哎、欸，这个很屌。等零件是很硬的一件事情，后勤后勤后勤，好不好 ？Greenland 的设计、生产、组装、出口都，哎、欸，等一下，这武力生文字游戏，等等 ，OPPO Greenland 从设计、生产、组装、出口。接源自德国，有100%的德国血统，这有文字游戏吗？是源自德国，还是说只是沾到边的德国？这不讲吧，没事跟 NG 赶快啊！你知道不？这个要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是德国，还是只是德国公司这样过个咸水？好，他说还有100%德国血统，啊，这个观众朋友知道留言一下好不好？100%德国血统是真的吗？金佳喜他出生的吗？我有点怀疑耶。好，来，哦，看进来了，哇，差后，哎、欸，第二台也进来了，哎、欸，所以这有排练过哦，要平行嘛，我很怀疑说是谁开的。啊、这个如果在上面撞到就很好笑哦。有四个颜色，灰色、蓝色、红色、白色。哦，这个蓝色有一点像 Q2 的那个蓝色。Level 2 APA 停车辅助，矩阵式头灯。哦，矩阵式头灯，这个 Level 2这都很基本。168个独立 LED 照明模组，哇，这弄到就知道了。哦，这贵耶。哦，这仪表板几寸？12寸加10寸，1.2三缸引擎，130匹。哦，这很基本。哎、欸、呀，那个零天好眼熟、哦。很像 XV 的 Lincoln， 对不对？这个 Lincoln 很像 XV 的 Lincoln， 我远远看有点眼熟哦，脚踢式感应尾门，哎，这个的 Lincoln 就不是 XV 的那个样子，哎，这个排档感蛮屌的，听说很像标志系统，是不是？一样，对不对？德皮发骨，这个跟那个2008长得一样，搞不好内装长得一样哦，我还没认真看哎，不一样哎，好像不一样，只有那跟排档感像，所以变速箱搞不好是一样的。好，免钥匙启动。3个车型哦，有我看到127、134、138哦，不对，这个是早鸟优惠吧？早鸟优惠便宜2万呐、啊，129、137、143哦，便宜2万、3万、5万，等级由低至高，129.9变127.9，137.9变134.9，143.9变138.9，哦，所以有早鸟优惠，好不好？每个车型有2到5万优惠价格哦，有跟我算的一样，哎、欸，这个屁股蛮特别，有一个折线。哎、欸，怎么办？我怎么觉得像韩国车的屁股啊？然后既视感哦，不知道在哪里看过那种感觉，对不对？一年一个新车款，他说以后一年要有一个新车款，加油，多出一点，要卖便宜一点。欧吉汽车的努力，欧吉汽车的努力，没了、哦。好，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我们这个叫什么？新车发表会，好不好？给大家一个新的资讯，跟大家分享，拜拜，下次见。哎、欸，要订阅。
留言，不管什么频道，副频道都要定起来，再不定起来，小帅永远都不会下架，拜拜。